我是铁道旅行跑者，我在108年2月9号，嘉义站13:41，来这是17439三星港所做的 PPP1007租的电 PPP， 2525接请陈江江 PPP1002租的 PPP 之前在，这个嘉义站怎么死的？然后这个 PPP2521是以前的自行车彩绘车厢，然后现在改成亲子车厢。大升级了，以前的那个绿色的那一台自行车彩绘 PPD 车厢，然后现在变成亲子车厢。那个是那些片刻完成都点不到，就刚才17449三星卡操作的 PPP007做的加 PPP521，加上无界亲子车厢 PPP1002做的 PPP 车厢，再加一站准备时间。下一站台南，不，新义。下一站新义。那相片跟网站都点不到，就讲，先讲不吧。一七七将三星港所做的 PP 之前啊，在它的加一站实力。拜拜喽。17439潮州的 PPP 之前啊，在找嘉义站，这香片可把这断了，有点不办。以及优化改造的彩绘音乐版，今天就谢各位，拜拜。